竟也提升了这么多。 这些虫子究竟是哪儿来的？连寒冰王的寒冰之气，竟也无法动杀，怎会如此恐怖？天霄败在他手，败得不冤。此子之间和我交手，竟然还保留了实力。还好本王精明，不然之前怕是危险了。无双王，你还不快帮忙？血手王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血手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是想和老夫为敌吗？无双王想多了，本王只是不想看到阁下和寒冰王以大欺小而已。哼，血手王。 本王给你一个忠告，马上让开，否则本王连你一块叫去。哼，你有这个能耐吗？<笑>打，肯恨打，届时本王得到宝物的概率也就越大。血手王，你这是找死！千叠掌，雕虫小技，血手遮天。 这小子死了吗？哼，此子非要招惹寒冰王，一样难逃一死。现在还有谁不服气的？ 只管上！就算阁下拥有占据光球的实力，也没必要下如此毒手吧？哼！若之前是那寒冰王获胜，你们觉得他会放过本少吗？血手王，若再有人敢对本少动手，杀了他！你，无双王，何必激动呢？哼哼，骚狗！ 二位，这古鼎应该就是我等三人争夺了，不如先联手破开光球，再各凭本事争夺如何？
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少主，看来舵主大人说的没错，此地宝物极多，足可让我等实力提升一个台阶。没想到这小子也在，还在这么多武王面前安然无恙，选中了最特殊的宝物。少主，那玉简有何特殊之处吗？你们懂什么？此物是舵主大人亲口吩咐要得到的宝物，过会儿那小子一破开光球，我等便第一时间出手，务必得到玉简。是是。有古怪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就是不知谁才是那最后的黄雀。这是空间意境，这玉简究竟是何物？暂时还不能破开光球，否则我定会遭到围攻。如今我之所以无法突破武王境界，正是缺少领悟一种凌驾在前世之上的意境，而这空间意境却是一种比刀意和剑意更加玄妙的意境。若我能感悟出部分，以空间入道，定能跨入七阶武王，所以我不能急。这小子破解光球的速度为何突然慢了这么多？少主，要不要出手？不着急，再看看。禁制未破，精神力暂时无法穿透感悟这空间意境，试试用灵魂力。成功了，先试着炼化这玉剑。这家伙不会太过耗神累吐血了吧？让这小子一人霸占一个光球，真以为禁制是那么好破的？好恐怖的空间意境，此玉简中蕴含的空间之力果然强大，仅仅一丝便可让我受伤。若要将其炼化，必须先掌握部分空间意境。一个光球被破了，该死，得加紧了，不能让血手王他们占据太多先机。这魔晶归我了。巨力王，你太着急了吧，这魔晶归谁可不是你说了算。现在怎么办？他们短时间内应该还分配不了魔晶，先让他们缠斗一番，消耗一些力量再说。少主英明。不过这么长时间过去，那秦尘竟然还没破开光球，
那小子究竟在搞什么？实在是古怪。你，好浑厚的气息，起码是王级珍宝。此鼎光是溢散出来的气息，就令我等呼吸困难。真元凝滞，依我看，至少是八阶黄级珍宝。什么？什么？黄级珍宝？黄级珍宝？无双王，此古鼎与老夫有缘，还是交给老夫为好。少主，动手！上！间意境果然强大。炼化，就出一剑。魔力，这么久没见，你还是没什么长进呢。秦尘，休要张狂！你们血魔教除了偷偷摸摸，就不能干点有用的吗？还有你，月冷禅，活着不好吗？非要来找死？你说他们是血魔教的人？怎么可能？血魔教不是早在千年前就已经覆灭了吗？小子，当初你令本宗主身份暴露，今日本宗主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能耐。血魔教一来就锁定玉简，莫非是知道这玉简的功效？此地空间已被我等封锁，除非臣服我血魔教，否则你们一个也逃不出去。几位考虑的如何了？我呸！想让我等加入血魔教，成为血魔教的走狗，休想！很好，既然你们非要找死，那本少主就成全你们。鬼老，辛苦你了。少主客气了，就交给老夫吧。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那就给老夫死吧。
一同出手，王就不信一个中期武王对付我们这么多人。金元咆哮，夜鹰斩，血手遮天，巨力震势，愚昧。怎么可能？岳冷禅，你去对付那秦尘，我去炼化孤鼎。此子不过是半步武王，竟能炼化这孤鼎，不能让他炼化成功。我铠甲，什么？秦尘，当年在古南都我败于你手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今日本族就要将此耻辱还给你。此子实力竟也提升了这么多。景之说，你难道忘了我也是一名精神师？你的这点精神力对我而言太弱了。灭魂波，可能王朝将尔等尽皆屠灭吗？难道你们还不知道，七大王朝的老祖已经进入到秘境深处的绝地之中，要不了多久就会陨落？不可能！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看在你们几个实力还算不错的份上，老夫倒是可以给你们一条活路，那就是臣服我血魔教。不可能。是吗？老夫给你们实习考虑，实习过后不臣服者死。